我们齐心协力，先把威斯赫尔先生的下落找到，再想办法救蒙铁锤。万母和那个美军联络官，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通过他俩，把中共游击队、国民党闪电小队都吸过来。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 连你这么大岁数的老人，都不放过。日本鬼子连你们美国人也抓。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大鹏，咱们吃水不能忘了打起精神，更不能做那些无情无义的事。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告诉你，查理斯，这个老太婆对我们大日本皇军消灭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闪电小队有重大作用。